一未来啊，他们都是巨星。徐怀钰。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可以看看磊的侧面吗？一直。天哪！干什么？放开了，刘宇。我觉得你好帅哦！有那演唱会的嘉宾，对，去排到于正权、于怀钰。心中的那份遗憾，因为这个心中的遗憾而喜欢你。心中的遗憾，干嘛那么高啊？请问做，我甘心献嗓，我怎么会去做？那就做。竟然有一个人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坐了女神的位置，坐了20几年，天后，国民天后，太过分了。对，哎呀，那这个在那，不过这一趟是5月25，25、26演唱会，那25号是加场的，所以26号已经卖完了，25号现在要开始，大家还有机会，还可以抢机会，对，有没有机会？今天你来，我们特别帮你准备的这一个白布吗？是要干嘛呢？我以为是要包我吗？给你 surprise 一下，我以为是要包我耶。演唱会里面难免要有一些嘉宾嘛，对不对？TICC 在信义路45段那边。对，因为我想说先来这边先那个练习一下，然后到时候再去那个抢攻那个公蛋。对，两个月后去公蛋。7月28。你公蛋植入，我还有下。没有，就我就没有我的蛋，没有要攻你的蛋，攻你的小巨蛋。对，你好像也怪怪的这样子。是。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来啊，他们都是巨星啊，好吧？如果你觉得他也不错，可以邀请他们到去参加你的这个演唱会，好吧？2018徐怀钰演唱会5月25号，现在剩下加演的这一场，5月25号，赶快现在开卖，赶快去抢票了啊！第一位来宾，你好，你好，宪哥你好，请问一下，你要模仿哪一位巨星？我要模仿的是徐怀钰。好，一来。人家已经在这边了呢。哎呦，他今天人到人在这里耶，啊？我知道呀，我就是很像春丽是吧？阿里库春丽，但是我是要现在最时尚的头。我是要来向他致敬的。哦，没错。致敬总比致爱好。因为她是国民女神，然后我们以前运动会的时候都放她的歌，所以她是我心目中的美好童年，所以来跟她致敬。对，我人生第一次带动跳也是跳，我想叫叫叫，真的，喵喵喵，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你看，演唱会里面看你这些东西，真的是回味。我也是听宪哥的歌长大的，真的吗？大家都是听宪哥的，我们演唱会互相捧场一下，好不好？看看这位大明星的 MV， 来。喵喵喵，我想叫叫叫。徐怀钰因在家阳台随哼唱歌，而被住在对面的音乐制作人欧向良的助理发掘。1998年，出以首张个人 EP《飞起来》站上歌坛，有平民天后、国民天后之称。张开嘴一口又一口看着我，喵喵喵，我想叫叫叫。哎呦，这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路人不重要，小狗汪汪叫。孩子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月亮铃叮咚，请你快点把门打开。月亮铃叮咚 ，Be my hero，Be my knight。月亮铃叮咚，请你听听我的表白。月亮铃叮咚，我想和你谈恋爱。怪兽有怪兽缠着我，有怪兽大怪兽丑怪兽黏着我，再一口一口吃掉我本来很愉快的生活。有怪兽有怪兽有怪兽缠着我，有怪兽丑怪兽大怪兽，别烦我，再啰里啰嗦一脚踹到外太空。
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罗伯迪尼我哦，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坐下来，好不好？跟你聊天呢，这个高度是最舒服的。哎，今天呢，我跟你讲啊，特别一下，不是为什么，你知道吗？这样我们很像那个青蛇与白蛇，哎。我现在的意思，刚刚那一首这个心中的遗憾，我太喜欢了。你因为一般人都喜欢你的一些肤浅的歌，怪兽。深奥一点的吗？我曾经因为这个心中的遗憾而喜欢你这个人，嗯，所以我现在唱一次，你会更喜欢我。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现场伴奏一下。可以，哦，好，来，这样，哇，那个 feel， 来 ，let's 头冲头。遇见你是个错，开始啊，错在我们身处不同。时空，两颗心交汇的时候，一分钟就足够，够我一辈子想念很久。我会选择离开，微笑告别伤害，我知道你心中的那份遗憾，感谢。原题应该是 B 麦了，对，不唱 C 了。
降 A 降 A 啦。我永远记得你是我的一个。因为两个人唱的声线不一样，他是那种比较心细，对假音啊什么很多。因为他可以坐在这边，个人感觉怎么样？个人感觉很好啊，不错，对不对？现在很流行这种很细的音，虚虚的这种唱法啊，空灵，加油啊！而且他还自己写歌，他叫詹凯琪。詹凯琪，哎，宪哥你还记得吗？你上次说那边写的，因为上次你说这里当自己家就随便来，然后上一集跟这一集都好，你就这么随便就来。我们还有我的节目还有没关系，对对对对对，可以去上他的节目，对对歌好不好？新的一季快开始了，对对对，好，我顺便又自己 OK 啊，有什么关系？这人怎么这么好？我们这边就是有动就穿，主要是帮你打演唱会的事，有动就打太多会糊掉，对不对？就演唱会到时候也要跟他支持一下，好，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就来，然后我们有这首歌的时候你就来唱，真的吗？我在旁边换衣服，真的吗？哇，也太好了吧！那也太养眼了吧！来，那你请位坐，好不好？我们要现场开始举牌了，你们只有一票。如果你觉得很棒的话，给一个圈。Yuki 这边哦，他一票是五票，好吧？三二一，请投票。来，哇哇哇！第一棒就是那个大满分，满分哎！第一棒就满分，满分怎么办？档期，哎，这样子，这个是，有点黄克林的 style。嘿，林公阿伯阿姊啊，哇，有够大，叫阿君呐。第一代台湾第一代的 rapper， 全身红这样。下一位是谁？请看。嘿，后面这位白目朋友，请问一下，你有什么巨星的特质？来，所以说呢，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黄灯辉，管什么 ？MV 白痴，神经病！浪费我们的白目。啊，来干嘛？你来干嘛？我的兄弟都是阮经天、张若婷。啊，怎么不去起重机呢？但是我觉得我有 rock 的特质。他在模仿谁？你知道吗？萧敬腾。不是凤小岳哦，萧敬腾哦，是啊，没有错，这个是芭比，芭比萧敬腾，哎，五百慢慢跑出来了，不是，这不是五百跑出来，这是什么？这是恼羞成怒，退兵的萧敬腾。来，我们来看看他要挑战的是哪一首歌？哎哎，萧敬腾，华语流行音乐男歌手，歌声音腔浑厚高亢，唱腔丰富。在2007年参加歌唱选秀节目《踢馆》单元，一战成名。尽管在无言，我多想用诗对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哦，原来是王妃，他不是也有谁也唱了一首王妃吗？你说。王菲本人吗？不是，她翻唱的吗？还是什么？啊，天后啦，天后啦。天后跟王菲不，天后是陈势安。陈势安啦。啊，天后是天后，王菲是王妃。对对对对。所以有一首歌叫天后，有一首歌叫王菲嘛。哦。哎啦。啊，王菲后，王菲了。王菲是追追追追追。啊，王菲红又王菲红。无影脚嘛。不好意思，你们讲太久了。这个他真的你是已经受不了了，五百多，一起来跟王菲驾到，为大家带来谢霆锋的女朋友王菲。摇晃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的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难失眠的睡，谁痛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脚下踩着玫瑰，会请一个吻当安慰。可怜，像春冬的一别，叫人们怎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痴心的鬼魅，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弯刀一样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也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天狂。
大家好，我喝可乐不加冰，喝威士忌不加冰，喝啤酒也不加冰，但是我的演唱会要加冰，欢迎卢广仲。曾经在我耶，大家好，我是卢广仲。广仲，想不到你这么快就结束了。对，哎，进来，今天很高兴来你的演唱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竟然可以从素人歌手有一天也变成了流行天王，你以前曾经有想过吗？我曾经 rock oh yeah。 哎，对了，靖南，今天在这个演唱会现场啊，不然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算是一首好歌。耶、yeah, 其实一首好歌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歌曲配上一个很好看的剧，像是我演的花甲男孩转大人里面的主题曲就是我唱的，简单来说就是我的歌曲让整部戏点石成金，曾经 rock。 总而言之呢，希望我们未来都可以交出，就是在花语乐坛都可以交出很漂亮的成绩。对，成绩 rock。 这是我的演唱会。对不起，能不能让我说话？你讲，对不起。我的梦想就是将更多的音乐元素引进。这不能唱。你是不是有点觉得神秘啊神秘？哦耶，我假的，我真。最后带来全台湾最 rock 的歌曲，《流浪到淡水》。等，为什么《流浪到淡水》是最 rock 的歌曲？你听我唱你就知道。哦，真的吗？有像，用生命在表演。哇，两个人真的是毛起来表演。这舞台哦，你要拥有他，除非他先拥有你，对不对？这舞台看你们两位在这边呢，我们都不忍心打乱那个节奏。对，打乱就没了。是，看你们的表演，都已经够乱了。我们对，谢谢大家的引颈期盼啊！对，引颈，这个表演来了。听后怎么样？他们怎样？很好啊。真的吗？笑容有点僵啊，因为我笑快要不行了。笑，哎呦，这哎，这啊，就这样。节奏很新呢，节奏很好啊，很。因为两个都是神话一哥啦，就是比较那种。没有啊，其实萧敬腾话蛮多的。那是后来，现在。那是后来，现在吗？我是模仿早期的，人总要。可是你比较有蜕变，比较像后期耶。啊，像什么？比较像后期。后期。好啦，你比较像伍佰啊。说你 OK 啦，他还是觉得，但是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哎，谢谢。看他看得出来非常认真，对，而且其实前面那首唱得很好，哎，对，王菲真的还不错，真的，这个灯辉啊，以前也是王菲，很励志，很励志。然后就说这有家庭以后，对，然后非常努力，然后孩子现在三个嘛，对，也不容易。对不对？接下来要挑战下一位，要挑战第四个。有机会的话，对啊，没有，他要挑战琪琪。是，下站铁了。哎，这继续嘛，是不是？然后成绩越来越棒，感动。谢谢。来，我们一起来举牌了，3、2、1，请举牌。
哎呦，哦，二三四，哦，哎，少了五票，还可以接受吗？可以，可以，非常好了。刚刚是三，之前是只会有五个人举圈的，代表努力就是有人看到了嘛，慢慢来，所以要挂上大明星，恭喜恭喜恭喜，过关了，过关了，过关了，你们两个互相互别互别，都是大明星，互别苗头，来来来，互别互别。哎，你不要把人家那个头发弄掉了。对不起，我不应该别狠，我别错。来，去你的！没有位置，下去楼，下去下面装箱。来来，一起恭喜恭喜！下一位，这位白目朋友，你认为自己有什么巨星的特质？我这个，其实我的父母呢，都是所谓的。演艺人员了，所以有遗传到一点点唱歌的天分了。香港的朋友，香港的朋友，香港的朋友来到了，父母又是演艺人员，是不是啦？好搞的朋友啊！哎呦，这个探照看起来已经很好了，很好的吧？是不是？蛮壮的哦，香港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你的侧面吗？我的侧面有什么问题？侧面？哎呦！哎呦，这个鼻子，著名武打演员、导演、韩景、监制，2016年获得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哎呦！站稳脚步，你放轻松。九个山穴，你别偷溜。放大老虎，鸡吃虫，鸡吃虫。干什么？放开那女孩！看我脸红，看你眼粗。走开，走开！你先走，这我处理。哇，干嘛？出头鸟是吧？什么鸟？小李，上！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太过分了！让你们看一下鱼虾。你 OK 吗？
失敬失敬，哇，原来也是同道中人啊。那我今天不是来白忙一场了吗？我们才被你白打一场。啰嗦。队友。哦，你看他鼻子会鼓起来又。生气的时候会膨胀。哎呀，这个李湘泉。酒肉先代表。对，刚刚看他的表演呢，心里面有一种感觉，他在放弃自我。对，我觉得很已经豁出去了。我跟你讲，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你在台湾这大概加拿大回来多久了？到现在？到现在十几年了，差不多了。12年来。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洛洛。12年来最精彩的一次表演。真的吗？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因为你开始豁然大开嘛，开自己玩笑嘛，自嘲嘛。你看，哎，阿虎、邓辉他们这个都搞笑界的，真的是厉害的咖。对，他们一次在 YouTube 上面点击率都已经破千万了。对，结果你今天这一段出来啊，很可能把他们直接碾过。对，碾过吗？对不对？那些搞笑的人，是不是好笑？刚刚那段真的太好笑了。我没有笑这么开心过，真的，从头到尾都好笑，真的是很重点的。真的很好笑，而且只有你能演这个。而且我今天真的很谢谢制作单位啦，就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让我画上这个妆，然后帮我排舞啊，然后结果我一上去就变这样了，雷知道吗 ？OK 啦，而且有动作哎。余祥全，哎，这以后可以玩哎，可以玩哎，来，余祥全全全，对啊，觉得怎么样？好滑。真的从认识你爸妈开始，我第一次觉得你好帅哦。谢谢，刮目相看。谢谢。有没有考虑演唱会的嘉宾？对，去打一套余祥全。我觉得你来观赏就好了，先不要，我怕观众先不要把大家吓。没有，那演唱会里面哦，你就怎么样？然后出来啊哦，然后要很快，要成龙，对，观众看不清楚状态就会很像成龙，很慌张。你这样哦，从跑到1号机上找，要找很快，啪又找到3号机，对对，找到3号机，找镜头，找镜头，对对对对，对动对，要不断的转，摇，头上台啊，这个上下下面，然后停止之后马上就在余下全。对，就这样子，累哦。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能够获得几分轻举牌。哎呦呦呦，哎，6分呢？6分呢？6分，但是还是1、2、3，有4位觉得不 OK， 来访问一下。这位不喜欢打这套戏，为什么打叉叉呢？因为我是来看徐怀钰的。没有办法，主场优势啊。对，但是啊，你要知道，刚那个 Yuki 是给你6票。对，最高的，那我可以跟你跳一段吗？啊，可以。跳一段，余祥全，余祥全，挑战余祥全，挑战余祥全，男儿当自强，余祥全。好厉害，好厉害，对呀，真的很棒的。演唱会里面就是豁然大开，所以我一上去之后，马上都不换衣服，马上就余祥全。我跟你讲啊，有一种状态是这样，有人开演唱会，他上了那个台，他想要把最完美的部分呈现给观众，其实那才是最不舒服的。哦，应该把最真实的一面。是啊，你在台上会跌倒，有欢笑，有泪水。是啊，是不是这样？然后这个才是最棒。对，就是台上会跌倒，这样啊，跌倒。梦娜，梦娜，这位太太，醒来吧。不用试。不是，你不是有跌倒吗？对，我以为你会牵我哎。哎呦，会啊会啊，我牵了，我牵了。我才图的新线少，我回去做。要不然今天直接公布好了，公布一次啊，讲出来。徐怀钰，是我吴宗宪永远的资深线上。哦，资深豁出去了啊！资深线上，哎，你讲资深好像没有开心哎，我不想要资深两个字。好，我很尴尬，成龙大哥，好，成龙大哥，大明星你要。
我跟你讲哦，你最有资格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太棒了。我去年的年底就跟你讲，你已经豁然大开了。谢，这是什么东西？磊的大明星了、啊。谢谢各位了。对，哇，好适合哦。就是磊了。啊，各位，好，请回宝座。哎呀呀，谢谢。让座，让座，大咖来了，大咖来了，大咖，巨咖。好了，一起来看看下一位挑战的是谁。滚。好，后面这位白目朋友。你觉得你有什么样巨星的特质 ？Hello， 我不是台湾人、嗯。你不是台湾人，你是泰国人吗？那你是哪里的人？我是外国人。外国人，而且我的屁股非常的有名。哦、oh, ，屁股有名，而且跟非常多大牌的男艺人合作过。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陈小云。International. Oh, international. OK. 那到底是谁呢？那到底是谁？你给名字。你毛长出来了。No. 外国的朋友不 care 的。你太露了。I'm very natural. Natural. Nature high. 我们来看看，他要挑战的是哪位巨星 ？My anaconda don't. My anaconda don't want none unless you got.Nicki Minaj， 美国饶舌歌手以及唱作歌手，将自己定义为多重人格，以其外观鲜明特色与夸张表情，在大众眼中留下独特的印象。哇！哎，这个巨咖，这个八字不够重，还不能看重内容。好，直接降格。OK， 这样，或者是。这个怎么弄？这个你应该比较可以。没有，这个屁股也要有。女生比较适合往后。没有往后。女生比较能。你要用这边的力气吗？那个腰，你要往前进。哦。往前进。往前跟往后顶。往前顶。怎么了？你膝盖不松垮？对啊。哎，你要设计。你要有一个接触。可以吗？好像还可以，那我现在穿白色，我没有办法。哦，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学习一下。来，一起来看《粉红天际》。哇哦！Was getting some coins. Was the shootouts with the Lord, but he lived in a palace. Boy, bought me Alexander McQueen. He was keeping me stylish. Now that's real. Gun in my purse, bitch. I kept a half a pill. I'm on some dumb shit. By the way, fuck what he said. He can tell I ain't missing no meals. Come through and fuck him in my automobile. Let him eat it with his grills. He keep telling me to chill. He keep telling me it's real that he love my sex appeal. He said he don't like I'm funny. He was something he can grab. So I put up in a jag and I hit him with a jab.哎呦！素还真嘛，很好，对，就是。哎，你第一次看到我这个状态，你开心开心因为你是用生命在表演。你刚刚凹起来耶，人家那个凹这种东西，你怎么变成？对，你怎么变 bingo 了？我刚被夸。
抓机，怎么变零头呀？怎么看到这个？我想 tweak， 很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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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棒，有没有？能够跟着大家一起把它整个完成了，对，然后你又是当中啊最认真的一个，人家的 focus 就在你身上，而且你都没有在怕走光的，对呀，我不知道我自己会走光哎，走光是观众倒霉，又不是。走光是好的嘛，对不对？好的好的，不是刻意型好看，对对对对，好光哎，这这怀孕，你好沉，你好凝重哦，他好像他是本来这么白，还是吓到吓到白？他的人生本来就这样来呀，多关怀他。嗯，我觉得他看到一箱全都没这样，怎么会有 astonish？ 我知道你现在很累，在喘，超累。然后因为我刚才看很久之后，我发现我自己也很喘。看他表演会喘是吧？哦，那你算是健康了。看到在喘，未来很棒，对不对？对。然后那个热闹的程度也有嘛？有有。来来来，成龙啊，成龙，成龙大哥，我觉得他刚刚脸对着是我的时候有点奇怪了，他脸是这样。不要做那个东西，先不要，好看吗？好看，好不容易好了，没有没有，他也没有好看，不好意思，糟糕，你越看越像成龙了。我刚才有看到 Yuki 啊，你面对他的时候，他的脸惊慌了，惊慌了，怎么办呢？这样对他的时候不好看了，也受惊了啦，受到惊讶。来，我们来看看可以得到几分，好不好？三、二、一，请举牌。哎呦，哎呦，分哦，有这种分的，高啊！好，22分，差了三票啊，22分，不错了啊，拿东西，这么高的分数，也获得我们大明星的这个啊头戴。资料怎么那么像那个带笑的那一种？是啦，你又是这个发型。对啦，对啦，太像五块的利亚公宝，看到五块，五块，五块。慢慢来了哈，慢慢调，关录音了，等来呗，等来呗，带走，带走，带走。好，最后一位挑战者来，哎呦，这位白目的朋友，你认为自己有什么样巨星的特质？嘿，台湾台北 ，Who are you? Who is my baby? 宝贝，宝贝，宝贝 ，Oh my！ 哎，麦克风，麦克风位置注意一下，哎哎哎，对，哦，我来了 ，I come in Taiwan。哦，我特别学了一句中文要献给大家。你学蛮多天的，中文，中文，你没有讲英文，学一句英文献给大家。你好好讲啊，我学一句英文献给大家。你献，你献。Remember 哦，我啊 ，Remember， 记得哦 ，Remember， 我啊，怎么会有刘德华的笑声？我也没有啊，我又做了些什么？哎，他在讲什么？来，看他要模仿的，要挑战的是哪一位大明星？来 ，Justin Bieber， 世界畅销艺人之一，全球唱片销量据估计已超过1亿。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均进入富比士世界百大名人权力榜前十名。台湾。大热门 Rocky Voice Feat 结合，嘿，献给你，原音重现。我赌了你，哦哦，我想让你也是，你却对我说 No。我赌了你，哎呀，你男友玩米头摸，不如养一只狗。我赌了你，哦，我赌了你。我的钱包很好烫，我赌了你，哦哦哦，我赌了你，今晚给你喝牛奶，我赌了你。一看到你，我的心对你就一见钟情，你长得像我以前的女友婷婷。我搬了新家，地方就在树林。我决定要带她回我新家。我知道你一直看我看得很着迷。你在我家东奔西跑顽皮，玩笑结束，该办正式休息。完事后对我说送她回家。
今天太累，我懒得送你。可是，是因为你家住太远，注重你。哦，你偏如果我无法送你。Yeah, I know, 让我又回来了，你叫 Uber 送你呢。他们俩越看人就长，一开始会讨厌有没有？啊，后来慢慢看他们就越来越讨厌，越讨厌了，是不是？没有，然后慢慢就会喜欢，然后就接受到有一天哦，会变成怎么样？你们做什么人家都喜欢。哎呦，强见过徐怀钰本人呢？有，好漂亮哦，还是完全没变呢。真的，一样美，风味犹存，风味犹。你们两位的意思？等一下，好好聊天。没有进步，对不对？就是完全跟当初一样漂亮。真的，我一直都很漂亮。对，你对。我在宪哥心中是什么？好，资深宪嫂，永远的梦哦。虽然现在有了新宪嫂，但我不怕，顶多出来谈判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古来只有新人笑，谁有看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舒服，好，觉得还不错，对不对？有吗？嗯，那个表演。可是刚刚 Yuki 姐看这段的神情，有一点眉头一皱。对，哎，我度了你，来，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得几分，好不好？三二一，请给分。八分。哎，怎么会这样子？哇，对，好险，刚好大明。牌子也没了，结果今天是比最不像的，想都想不到啊！对，来，带好离开，带好离开，大家都带那个，我带上去吧，带上去吧，带好带满啊！好吧，羞于见人，好，来，带好，不会带好，离开现场，不然小姐今天太生气，可以吗？可以吗？恭喜他，是 ，I do the you, I do the you， 怎么会这样？花痴王。只要愿意认真表演，大明星就离你不远了。今天最好的，干让他感觉最舒服，应该是余香泉。真的，余香泉。然后分数最高的是詹凯琪，有才华。然后得到这个最有观众人员奖的是张可云，有没有？好，好，谢谢他们。其他的可以吗？好，黄登辉获得个人最佳成家立业奖。这三个不是最多吗？好不好？我们这边5月25号，我们在 TICC 只为遇见你2018徐怀钰演唱会，我们这最后抢票的机会，今天看到就可以，应该可以去抢了吧？赶快，赶快，现在就可以了。525，因为那边的票实在是有限，大家就加油了，欣赏一下，看一下蜕变的徐怀钰，好不好？明天龙生继续回答的，谢谢。